没关系哦，哎，等到。哇，咪咪，你第一次拆掉辅助轮呢？先站着就好。我还没有开始，我还在说。你真的会吗？啊？我说你真的会吗？先站好就好了。对，先好。不是啦，都扶好啦。出发喽！哎，不要用手，我要摆脱。好，你来试试看，你会不会用辅助轮？先把它锁起来吧。来，你看我，看我。妈咪，鞋子先给你。鞋子先给你。好。那等一下我们，你看没有辅助轮哦，旁边没有辅助轮哦，第一次骑没有辅助轮的哦，很像是在骑摩托车一样。在骑摩托车哦，你会不会紧张？你会怕跌倒？会。你会怕跌倒？出发喽！哒哒哒哒。不是这样啦。出发喽！哒哒哒哒哒。等一下啦，等爸爸，你等爸爸好不好？来看我。耶、yeah。耶，弟弟，小小米，你看我，开始，爸爸爸爸爸，爸比我会了。不要开玩笑啦，等下就一跌倒就会受伤啊！你要练习的话就要认真。好，先生。好，往中间。要专心哦，孙小米。脚踩到吗？落地的时候脚踩到。啊！对啊，是这样。你要一定要这样，然后脚没有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这样没办法骑，不是，一只脚下去，这个一定要摆这样，好，右脚踩就好，哎，然后这样踩它就有速度了。那你这一只脚就要这样。兄弟，快！哎、欸，不要随便就下来。如果你怕倒了怎么办？这样跳下来，下来，下来站着。不是的，下来直接下到地面上。你本来这样，你要下来往前踩下来，屁股下来，这样就站好了。OK。往前跳的意思啊？那你再试一次，停住怎么停？好，停住。你的鞋子为什么穿相反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你鞋子穿相反的啦。我待会就帮你配乐，好了吗？可是妈咪现在不在。耶，带咪咪来练习哦，练习拆掉辅助轮，看他会不会成功。脚接下来，好，接下来你整个回路接下来啊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要踩到这个位置，这样你刚好踩下去就有速度。然后右脚，对，然后左脚再跟上哦，好，踩下去，左脚上，对。踩，你看你左脚没有上，没办法踩，再下来。不是往后，是往前踩。好，之后好，这个现在跑在这个位置，踩上去以后左脚就要跟上来踏板，好，跟上踏板，一直踩，一直踩。你看你都没有要一直踩啊，你就要一直下来，我会抓住你。你先练习踩好了，上等一下再上。好，整个脚都上来，整个脚都上来。你看你将会往后踩吗？对，好好好，我这里会抓住哦，不要下来，不要随时就要下来，你要下来就往前，继续踩，好，往前踢，对，这样踢。好啦，不要一直讲那些有的没有，专心在你的骑脚踏车上面。好，再上来。你到的那个圈圈里，继续踩，抓到你的脚下，对，继续踩，
所以就像这么快，他要抓平衡踩，就算你快掉了，你要一直这种速度继续踩啊，好吧？那就没有踩到，一旦没有速度就会倒下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对自己抓自己的平衡感，就是转弯，我们要控制的，我只是帮你，我没有要帮你，你要自己控制龙头，自己踩。对，继续踩，你不要随时要下来。懂？你到底懂不懂我意思？你先练练习下来，好，都不要下来。啊，你就是一直踩，不要下来，不要一下子又想要下来。啊，你找到方法可以带球滑了。抓着你啊，我会抓着你，看我抓着你啊，不会倒，好不好？妈妈帮你把这个转好。好了，好，芊，好吧。好，我们让姐姐来练习吧，好吗？姐姐练习骑脚踏车好不好？嗯，你也是练习骑溜溜车对不对？而且你还可以一只手拿球，一只手骑耶，你好厉害哟，是吗？嗯，好，大家稍待一会儿，看等一下过半小时后它的结果吧。耶。你说他一直骑，但他身体会倒就对了。他去放着让他倒啊。所以要先练这种。真难。啊，撞到了！呀！这怎么回事？对。不够大是不是？这样太快，他其实也不用骑到这么快就可以。可是他没有用身体去平衡。对，他其实也不用骑到这么快。那这样怎么办？妈妈一起看。换我，我现在正常的。哎，咪咪，等一下，小心。休息一下。自己在这边玩得很开心，孙小文自己在这边玩得很开心，好好笑哦。文哥，你怎么跟自己一个人玩得这么开心啊？嗯，他还蛮能够自己一个人玩的。自己还在讲解。咪咪搞不清楚什么叫平衡，然后他骑车就会这样左晃右晃，左晃右晃的往前，因为他之前用辅助轮，所以他就是这样子骑习惯了。我觉得好像很难改。不要停！啊，跌倒了！啊，跌倒了吗？没关系，过来。你跌倒了。哪里痛痛？头头撞到头头了，为什么？撞到这里哦。怎么会这样？去拿你的球球。去球球在那边，去拿你的球球。就是要你带球球，真是可爱的小宝贝。又开始都忘记他刚刚跌倒了，好好笑哦。嗯，他都还没看别人玩，你这边呢，继续努力。
微啊，因为你都在看别的地方啊，你没有专心啊。专心啊。你为什么会看到弟弟那里去呢？因为你都不在乎自己会倒啊，你都是我抓着，那你这样子很难练呢。你看你这样练习跟用辅助的没有什么差别。专心，爸爸在跟你讲话。那你现在都是在看别的东西，看别的地方，然后讲那些五四三的。好，先休息一下，你等下再继续开始好吗？没有。你有没有在专心啊？我有水啦，我带水。好，你要先帮他拖一阵子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对对对 ，OK。OK， 重来，哎，你看你刚才就是靠自己在骑，对，这样才对啦，哎呀，对了，啊，没关系，哎，你要帮他啦，他还不行，对，很棒，来继续，有没有撞到？嗯，有没有这样才有靠自己的感觉吗？不然。因为他身体还没有压回来之前，我们就帮他了，他就一直都抓不到。怎么？没关系哦，哎，对，到底帮他一下啦。好，那可以了，还好吗？嗯。那我来，你妈妈来拍。好，来拍。对，让我们哥哥拍。哦，好，你好棒。啊，对，我还有车子手套忘了给他戴。来吧。举起，不要停。好。哇，爸爸想到的方法哎，爸爸就说不要去扶着他，然后在旁边跟着他就好了。啊，所以你看到边。就不要停，冲进去没关系。或是提早转弯。对，我会帮你抓住，不要转弯，你先不要转弯。我会帮你，车子滑掉。对啊，所以如果有直线的地方，它应该就好，不错，小心啊！走，再走。棒。棒哦，你会喽！可以哦。这样子才有练习的感觉啊。对啊。前面练越长，下次再练，我们再找一个长一点，找一个长一点的地方啊练。咪咪，你很棒。对，我们的起步。转弯了，你转弯了，稳稳的起，你看他转弯了。人家不怕冷呢。稳稳的起。对，你看你靠自己的力量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哎，你自己拉回来的，对不对？棒！耶，那你要一个直线从我这边这样过来。怎样？我拍它的正面啦。这样吗？这样直线过来，对。最后一次哦。你看我摆脚丫了。直，没关系，直没关系。哎呀，好棒哦！再起来，对啊。好，从中间呢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忙哦。你好棒，耶！你有成功吗，咪咪？有没有成功？看镜头。有。你有成功吗？有。好，我们再练习好不好？越练习越好。而且爸爸刚刚好聪明的想到说，不要，但是不要拉他，不要扶他，让他自己。对，然后从短距离。短距离开始，然后往我这边滑，然后他就后来慢慢的一直骑，就骑出来喽。嗯。耶，成功。要怎样？要记得打分享。好，拜拜。拜。下次再来练习好吗？弟弟嘞，弟弟在那边，你看，弟弟来。